好帅，好帅，好帅，好帅！来来来，请坐，请坐，来来来，先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谢谢。嗨，大家好，我是杨洋。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帅，刚刚走秀，所以今天这身衣服可以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吗？为什么会这么穿来了？其实这个衣服比较的特别吧，因为是设计师为我量身定做的，定做的，哦，就是很符合你的。对对对，我觉得穿起来也非常的合身。其实要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西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西装吧，而且里面非常配了一个很解构的，对对，它的这种设计我觉得比较的独特吧。然后呢，就是里边的一个衬衫也非常的舒适的，是，就是它是这种英伦融合东方式的这种剪裁在里面，就舒适度也比较满。近距离看了一下，材质很厉害，对不对？材质特别的好，对，它衬衫应该是用这个初剪羊毛加上这个桑蚕丝。对，你了解得很清楚。我当然对对对对有提前做好功课，而且我会觉得，其实跟您说的一句话我特别感兴趣，为您量身定做的。它其实因为我知道一个英伦风大秀，但这身衣服您走进来其实带有一种东方的风情，所以这个风格其实也是为了您的这个风格而特别去定做的，是吗？其实 Dunhill 这一次它的这一季的这种设计风格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对，就是很写意的。对对对。然后呢，在我看来，其实 Dunhill 本身这个品牌，因为有着悠久的这个英伦历史。但他初遇到了中东方的写意风情以后，就有了我们现在今天杨洋身上这种很潇洒的感觉。那接下来其实我会在直播间里为你准备一个神秘的环节，因为会有一位神秘嘉宾会出场，是不是？你还很好奇，对不对？好奇。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位神秘嘉宾会来到我跟杨洋的直播现场呢？让我们来看大屏幕。Hello GQ, Hello Yang Yang, It'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after Paris Fashion Week.I hope you're well.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to announce you as the new Dunhill Global Ambassador. You'll be taking a bigger role within the Dunhill community, which for me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brand. So Yang Yang, what resonated with you the most about what we do at Dunhill and made you want to choose us as a brand to partner with? 哇，太棒了。首先先让我正式的恭喜你成为 Dunhill 的全球品牌大使。我觉得他又太厉害了，因为我手边其实稍微调查了这个资料，这个厉害在哪里啊？因为好像你是应该是自裘德洛以来十年以来以及这个品牌129年历史上第一位亚洲的这个大使的面孔，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厉害。那刚才其实 Mark 先生因为很多原因不能来现场，但他刚才通过视频来跟你对话了，也祝贺了你获得这个全新的身份。但是 Mark 先生其实刚才有两个问题是我想问您的，第一个是。您觉得 Dunhill 最能让你产生共鸣的点在哪里？其实我特别荣幸能够加入 Dunhill 这大家庭吧。其次呢，我觉得我和 Dunhill 结缘是因为，今年的年初我去参加了法国巴黎时装周。对。然后呢，那个时刻我对 Dunhill 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它的这种独特的一个剪裁，以及它的这种品牌的文化，是。而且我在台就是秀场上看到 Dunhill 的衣服，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哇，太好看了。然后之后呢，就是，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一拍即合。所以是什么原因，就是吸引了你选择 Dunhill 进行共同合作？除了刚才在秀场看到之外，品牌的内核、美洋的文化，或者是你们一起做的某种灵感。某种火花促使你们才继续产生合作吗？因为那次其实去看秀之后，就对Dunhill有个全新的一个了解了，觉得和之前可能看到的有一些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变化。对，比如说这次的衣服的一些设计啊，就融入了东方人的这种，对，是的，比如说里面的这种就很像我们桑蚕丝的感觉。我们拍戏有时候其实穿古装的穿古装里面的那种水衣，很飘逸，对，很飘逸，我就觉得特别好看。我也觉得就比较符合我的气质吧，确实跟我们以往印象中的 Dunhill 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变化。但是问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还会有 Mark 先生为你准备的第二个问题，让我们来看大屏幕。 Yang Yang, I really enjoyed creating the look we made especially for you tonight. What drew you to these pieces in particular? 没关系，我来重复 Mark 先生的问题，就是你喜不喜欢今天的造型？我非常的喜欢，非常喜欢，因为我要感谢 Mark 先生，就是这个衣服他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对。然后呢，后如果要说一个最喜欢的一件的话，那肯定是这个笼罩式的这样的一个西装了吧？是。对，然后呢，它首先它的这种感觉质感啊，还有它的这种剪裁就非常的不一样，穿上呢又很放松，然后呢又非常的优雅。是。如果还有一个，我可以说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单品吧，就是
我手上的这个手链。哦，真的？对，这个手链是 Mark 先生在今年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生日礼物非常有纪念意义。对对，然后呢，这也是独家定制的。而且这个它除了有 Dunhill 本身自己风格之外，还有点真的很有东方风情，它很像是用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脚链做的那种手环，很好看，很有设计感，对对 对, 对，非常，而且就充满了男性需要的那种帅气和利落的感觉。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让我们来看最后的问题，请看大屏幕。Since we started this collaboration, it's been a busy time for you. Do you want to reveal what's coming up?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未来的合作，你有什么想法吗？今天可以说是正式的入职的第一天，正式入职的第一天，全新的职员上班了。然后其实我之前和Dunhill已经合作了一些时间了吧，然后呢也拍摄了2021年，就是2021，春夏全球的广告片也拍摄了，而且大家其实合作也非常愉快。那在之后呢，希望能够和Dunhill我们一起携手，一起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吧。好，那我们还有一段视频。 So I'd like to say congratulations on becoming Dunhill's global ambassador, the first Chinese as well. I'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 and thank you GQ for making us part of your special celebration. 非常感谢我们的 Mark Weston 先生，那他今天因为不能来到现场，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跟你表示了祝福和问候。那我同时也要再重复一下，我们刚才其实杨洋新获得的这一个上班的新身份呢、啊，就是我们 Dunhill 的全球品牌大使。这是继裘德洛以后十年来首位，以及127年历史里面第一位亚洲面孔的全球品牌大使，恭喜您上班了。谢谢。那同时也希望，因为知道其实最近因为季节在变换，然后可能工作比较劳累，也注意好身体。那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请期待进入到我们的内场，然后期待我们接下来很多精彩的环节。谢谢。啊，期待我们今天大秀我们的盛典的举行。好，辛苦了。好，谢谢。好，交给我吧。来，谢谢。好，请慢走。哇，杨洋真是超帅。